听就是在读经一念咒，一方面讲有关不洁的事物、麻风病、隔离、排斥同埋歧视等等，但另一方面是提及洁净的医治、正直同感恩等等。今天的我们刚刚看到的路加福音中，耶稣去拣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他在那里生活，透过他的死亡同复活，正如他的使命的目的地。今天的福音讲，耶稣进入一个村庄，有三个盲目人，结合耶稣怜悯同医治他们。耶稣的旨在，每当这些病人见到其他人接近的时候，他们要大声感叫不洁，不洁，这样人家就知道不会和那些人接触到。大家都可以使到当时的人对麻风病认识不够，但是就知道可以传染的。当然那阵子不可以医得好，麻风会慢慢将人的四肢沉食，所以啲麻风病人要同其他人保持一段距离。同时有些人有皮肤病都被诊断断症成是麻风病，所有患病的人都被人视为垃圾咁抛弃，被强迫跌到远离社会，到某人某乜人的边缘地方去住。他们是令人惊怕、觉得讨厌的人，就算连家人朋友都嫌弃和不要他们。到最后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只是得到耶稣的慈悲。当时耶稣很简单地叫他们去找啲使者检验他们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话，他们回去等的时候已经很昏沉。有些人会问，为什么耶稣叫他们去见使者呢？是因为只是以后他们是不够，就要有人正式宣布他们是洁净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重新被人家接受，公开行动，过翻团体的生活。最后以后的只是等一个回来当前耶稣，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意思是他属于为憎恨和偷窃的一群，不是天主所拣选的人民。
他原本已經是被猶太人排斥。感謝天主，呢種方便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消失了，雖然有些地方還有，但是現在的醫學可以醫好，不算是危疾。然而今時今日在我們的周圍有另類的麻風病，例如在有些地方有人是被忽略、被遺棄、被利用、歧視和壓迫等等，不只是我們周圍的社會，恐怕是我們基督的團體當中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。今天我們要問一下我們自己，身為一個家庭或者為團體一份子，我們有沒有不是排斥想排除身邊的人呢？我們都需要好像福音裡面的麻風病人那樣，要被潔淨、改善好同人之間的關係，以致好我們在身邊的人心態。我們都要知道，為天主來說，世界上絕對不應該有外人，有麻風病人，每個人都有同一個父親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子女，而我們所有人都是兄弟姊妹。我們應該以天父愛我們的愛心彼此相愛。主啊，